咱咱那边的乡亲朋友足多，安尼声无够大声，咱搁一届，大家好。我是梅君，今天晚上有没有很开心？这边的开不开心？开心的挥手。中间的开不开心？开心的挥手。很好。右手边的开不开心？开心的挥手。好。赖老板你也挥手很好。代表今天给大家当做欢喜的，梅君今天来到家跟大家做会过中秋节，你有欢喜吗？而且咱来回味一下，是黄以玲的经典好歌，叫做《醉看路》的拍手回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等一下，我看哪一边的掌声比较多，我礼物就往哪一边送，好不好？秘书。